哎，这是哪里？不是吧，青铜，我可是至高无上的房主哎，怎么是青铜身份啊？而且这次的房子不仅不能遮风挡雨，还这么不堪一击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我的邻居都是什么王者、传说段位，就连啥也不是都有大房子？难道我有隐藏身份？去找找看。啊，家里怎么只有两块坏掉的饺子？看来我真的是最低等的青铜身份。好饿啊，有没有人给我点吃的？ Defeat 啊，我的荣耀竞技赛，臭青铜，你完蛋了。嘿，你拆我家干嘛？臭青铜，刚刚我竞技赛又输了，我要揍死你。啊，你竞技赛输了怪我们青铜干嘛？都是因为你们这群低段位，整天就知道当混子坑人，影响我们上分，今天我就要把你赶出去，赶紧给我滚。啊呵呵，为什么低段位就一定要被人欺负？我不服。不服那我就打到你服。住手，王者，你怎么能欺负青铜呢？青铜可是我们的朋友。国靖，你这赛季还想不想我带你上王者了？臭青铜，你怎么坑我王者大哥呢？快给我滚出村子。妈耶，臭青铜，你这变脸速度简直比女生还快啊。臭青铜还敢嘲讽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啊，救命啊。哼，今天休想逃出我的五指山，看我狂风之息。啊，哈哈，被我一枪射狗带了吧。国靖，干得不错，走，我这就拿我本命英雄李白带你上王者。欧耶，又可以混分了。呸，上分了。哎，这是哪里？战神，哇塞，箱子里都是无敌神器，有火箭筒、超级脉冲枪，还能召唤保镖，这也太帅了吧。等等，我家下面怎么有暗道？难道我的真实身份是无敌战神？呵呵，不管了，有了这些神器我就能找王者一雪前耻了。王者，给我滚出来。臭青铜，你不是被铂金一枪射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因为我刚好掉入坑里躲过一劫。哼，原来是走了狗屎运，那正好我亲自送你上路。啊，我怎么上路了？住手，青铜，谁叫你欺负王者的？我可不是青铜，我是无敌战神。啊，臭王者，你活该。刚刚是不是你追着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啊，不要呀，无敌战神，我错了。